送到。知道这家餐厅为什么摘星，就是因为在中国没几家餐厅拿过米其林三星。我认为是观念陈旧，进去我回来就是要摘这三颗星。用苹果木经过长时间低温烹饪处理的 A5 和 O， 使得入口柔嫩，再配上美酒，相得益彰。